英超前瞻，南安普顿 vs 曼联，红魔能否客场血洗圣徒？本场比赛由南安普顿主场对阵曼联，虽然南安普顿坐拥主场优势，但是面对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曼联，也让大家为他们提心吊胆。南安普顿在前个赛季惊险保级，所以说他们为了巩固自己在英超中的位置，南安普顿在今夏得转会市场中动作频繁，不惜花重金先后引进因斯、亚当斯、丹索等实力派球员，并且虽然最近南安普顿的状态在线，但是他们也被伤病问题所烦恼，奥巴费米、雷蒙德、穆萨等人都因伤病困扰退出比赛。不过南安普顿主帅哈森·许特尔在赛前表示，他们有优秀的替补队员，同样能对曼联造成困扰，但是曼联并不能占到多大的便宜，并且由于最近曼联内部伤病不断，卢克肖会、马夏尔等人也无法上场，